就是咱红红果温泉会馆，好嘉宾安利的进来，叫阮导，好哩，上少感谢咱红红果温泉会馆，收金是代表2000块，搁再感谢咱红红果。 一直咱励志他修金是代表的情况，感谢我们红红果，一直咱励志他修金是代表的情况，感谢我们红红果，一直咱当时这种大老板，一直咱用咱最漂亮的头发、新帽、工作礼服，就是六千来关奖朋友，卖保平的招财，你听无三月一日收过年啊，我给你问六六大川，七千五条，八千条收，叫我们的保是全是你，人听票，路难车少，在歌前以后出我是办的车，帮忙出贵州大大水田林，卖保平是在京东的二十四大摊前，本档则上演，千七千八，找到中奖三家，明仔再过一天哦，不是两千，请到我们的，我们今天来见多谢，谢谢你。